新竹人林根仁，我们现在的位置是新竹市香山区。啊，这个今天要来的是要来采夜瓜，也就是橙瓜。因为的地质的关系，养龟只有香山这个地方才能养龟，产品最好、最棒也最可口。啊，我们今天也请我们的里长，也是我们的农地主啊，啊，他是专门在种夜瓜的，也就是养龟的达人，我们请他来说明一下。因为咱只红龟吼，所以咱进去这个红龟出发点是安怎？因为咱只系土质适合这个红龟来的，来的种植。因为咱种植只红龟吼，伊皮会较滋润，所以台湾全省敢若咱只有这种的物件，所以咱只这物件绝对无竞争。如果要买夜瓜啊，养龟好朋友、好朋友要赶快，因为那个产期很短，好、哦。然后一下子就被抢光了，那大家如果要订，赶快找进水里里长杨里长来订，我们一起来采夜瓜。采夜瓜哈，不要等人了啊！好，今天等着。哦，今天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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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条吧，就是干的，去吸饭的啦，赶紧，去吸饭就条的。一条好来，来，喂，站，这红龟，这皮都青了。好，你好。一条来，我这条够水，这条够水。新竹人林根仁赞。